逛黄河大集，寻山东好品。今天跟随记者去临沂看山东手造，感受浓浓年味儿。对年货买新衣，欢欢喜喜赶大集。我现在呢是在沂水县的十里大集，货物琳琅满目，衣食住行一应俱全。光是站到这儿，我就已经感受到浓浓的年味了。话不多说，咱们赶紧去逛一逛吧。排列整齐的水果蔬菜带着晨露，卤味熟食都是最新鲜的。热气腾腾的油香果子刚刚出锅，还有山东特色煎饼，农户自家产的小米黄豆。没有过度包装，所有产品都是最质朴的模样。赶大集，打着来买的年货，买的油，买的鱼，哦，观念会丰富，热闹会好。前面有个面人摊，这个我小的时候经常见，真的是一秒回童年。咱们过去看一下。哎，您好，老板，这个面人怎么卖呀？哦，10块钱一个。10块钱一个。对。都有些什么形状？我看的样子挺多的。有12生肖。还有这孙悟空，啊，猪八戒，这些传统题材的，现在生肖呢卖的比较好，今年不兔年嘛，现在兔年，这个小兔子做了好多个了，现在，这个能放个几十年，不霉不裂啊。像这种面人啊，拿回家，大人小孩看着都很高兴，都很喜庆。过年穿新衣，年集上少不了卖衣服的，像眼前这件做工精巧的沂蒙小棉袄，来头可不小。不仅是省级非遗项目，还在传统手工缝制基础上加入了现代元素，结实耐穿，保暖又漂亮。你别看这个小棉袄不气人哈，这个小棉袄是我们临沂的特色，都是纯手工制作的，就是里料面料都是不伤害儿童皮肤的。这人已经年关了，非常环保，那个就说是卖的很好，六爷怪高兴，那个挣了钱了不心情好。热闹，一到过年啊，这个红色啊就是主打色。买多买少不空手，一个年集全买够。集市承载了人们生活的希望和欢乐，孕育着新年的喜庆和祝福，装饰着如今物阜年丰的好年景和红红火火的日子。期盼的是一年更比一年好，幸福生活甜又长。